家好，我是 Summer， 他是 Tiffany， 新年要到咯，大家来看看我要为 Tiffany 准备一些什么样的新年衣服。今年新年呢，我就为 Tiffany 选了四套刚好都有点红红色、粉红色的衣服和裙子，大家来看看 Tiffany 试穿这些衣服的情况吧。这件裙子呢，除了有粉红色的 princess 公主这样在后面之外，它还有粉红色的纱裙哦，很好看哦，漂亮吗？第二件，我们来试试看。裙子是否有一点太大了？下次有机会的话再买比较小会。这裙子喜欢它，后面有闪亮闪亮，还有个蝴蝶结，纱裙。接下来，我也是有买一件背心型，这样有点摇滚的感觉，还蛮适合的吧。来到最后一件，是一个甲虫造型的。这是一件防甲虫造型的衣服哦，后面除了一红黑点之外，还有两个翅膀。